智慧送行者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小咕咚遇到了兔子兄弟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嘿嘿嘿嘿，嘿，哎，小兔子们，你们好呀！你们这是要去哪呀？哦，哈哈，小咕咚，我们要去对面的森林找一些吃的。啊，找一些好吃的，嘿嘿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嗯，小咕咚跟你们一起去吧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哈哈，我们人多力量大，能找到更多的食物。嘿嘿嘿，走啦，快点！嘿嘿嘿嘿嘿嘿。前面有一个大大的树干挡住了我们，我们要跳过去。嘿嘿，小咕咚先来。哦，小灰兔，你怎么不跳呀？我不敢。没事的，这一点都不高。加油加油，你能跳过来的。好吧，我试试。哇，小灰兔，你太棒啦！哇，真的呢，原来只要我鼓起勇气尝试一下，真的会成功。对呀对呀，只要勇敢一点，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。我们继续出发吧。走啦，去找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。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两位可爱的小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。小嘉宾朱海星今年6岁，小嘉宾徐之怡今年5岁。欢迎来到魔法世界，啦啦啦啦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们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小咕咚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？咕噜咕噜，绿泡泡大魔术师。哦，小咕咚今天帮助了小灰兔，成功的战胜了自己，跨过了挡在路上的树干呢。太棒了，小咕咚。哎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平时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对不对啊？只要我们不轻言放弃，勇敢一点，往往呢就能够战胜困难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鼓起勇气。哎，一定要勇敢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一定要变得勇敢。哎，我来问问今天的两位小朋友，平时你们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例子，通过自己的勇敢战胜了困难？我弹钢琴的时候，妈妈会给我加油，帮助自己，鼓励自己。那果果小朋友呢？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我遇到困难，朋友们会帮我一起战胜困难。哎呀，我觉得小朋友说的都很棒。总之呢，我们从小做一个勇敢的孩子，遇到困难我们不要惧怕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坚持一下，勇敢一点，就会成功咯。说的没错。哎，刚才小咕咚说他帮助了小灰兔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既然你说到了小灰兔，不如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和小兔子有关的魔术，想不想看？想。哎，快看，一根绳子上面有一个什么呀？兔子。小兔子。小兔子。接下来呢，我这个魔术呢非常的有意思，大家看这个绳子上有几个绳结呀？一、二、三，有三个。三个。对，刚才小咕咚你说你帮助小灰兔怎么样了？跨越了挡在路上的树干。哦，跨越了树干，对不对呀？那接下来我让它完成一次更有难度的跨越，怎么样？啊，多有难度呢。对呀、啊、看好啊，现在小灰兔所在的位置是靠近这边的这个绳结，对不对啊？第一个绳结上。对，一共有三个绳结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。我需要大家帮助我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
也来帮助我吧，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那句咒语，来，乌拉乌拉 ，Piu， 快看，还记得吗？他刚才在第几个绳结上啊？刚才明明是在这个，对不对啊？第一个绳结上啊。现在跑到哪儿了？第二个绳结，也就是中间的绳结了，对不对？太神奇了！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的神奇的魔术，瞬间换位，想不想学呀？神奇了，想啊！好的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学这个魔术吗？别着急，在学习这个魔术之前，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，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所需要的材料。让我们一起说，魔香魔香乌拉拉，我是魔香乌拉拉。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拿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一根绳子和一个小铁环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本栏目由智能陪伴、快乐成长、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睁大眼睛看好啦，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啊，一根长长的绳子，一个小铁环，下面呢可以是小灰兔，也可以是其他的图案哦。好，我们看，在这个绳子上，现在呢有几个绳结呢？同样来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。有三个，对不对啊，小咕咚？但其实刚才我在变这个魔术的时候，上面呢有四个绳结。我来教大家怎么来系这个绳结啊！来，和我一起来学一下。把这边呢搭过去，搭在上面，然后呢把下面这个穿进去，然后轻轻的把两边，哎，稍微拉紧一些。好。这样就像一个绳结了。对，但是呢，刚才在变的时候注意，最旁边的这个绳结我是用手把它挡住的。好，现在呢，这边的这个绳结其实是一个活扣，对不对啊？嗯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活扣，我们一拉，哎，就能把它拉开，它就消失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，小灰兔是在靠近我左手边的这个，也就是最旁边的一个绳结上啊。嗯。乌拉乌拉 Q， 同时这个绳结已经打开了，然后把刚才挡住的绳结露了出来，自然这个小灰兔好像就跑到了中间一样。但是其实它的位置真的移动了吗？没有，并没有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遍。好，首先露出三个绳结，哎，小灰兔呢，哎，在最旁边的这一个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说，乌拉乌拉 Q， 乌拉乌拉 Q， 好，小咕咚成功了，小朋友也成功了，太棒了，为自己鼓鼓掌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们现场的小朋友还有小咕咚都学会了，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丑琪琪有没有学会呢？嘿嘿，我也学会了，让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步，在变魔术前用绳子打三个绳结，在第二个绳结上系一个圆环，并在第三个绳结后面再系一个活绳结，系好后用手按住第一个绳结。第二步，施魔法的同时两个手一起用力把活绳结给撑开，并把另一只手挡住的绳结露出来，这样圆环看起来就像变位置了一样。大家好，我叫吕燕达，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可以把这个铁环变到第二个绳结上，乌拉乌拉 Q， 看它变到第二个上面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据我所知呢，今天在我们的场外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，你们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呢？想。好，一起请出我们的魔棒小 Q。 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神奇，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容易，只要动
动手又动脑，只要你愿意，神奇的魔术在这里。Ready。魔术，你们觉得神奇吗？神奇，神奇，太神奇啦！变魔术，变魔术，我爱变魔术，快来报名吧！哇，我们场外的大魔术师表现得太棒了！当然了，今天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，他们将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。本栏目奖品由陪伴三代人、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奶粉提供。最后呢，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来说：乌拉乌拉 Q， 我爱。